汉能汉瓦以尖端科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，传承东方建筑美学，将科技融入传统建筑，用薄膜太阳能赋予屋顶新的生命。高效能的全新一代单波汉瓦，电力十足，依托全新技术平台开发，极易安装组合。具体工序如下：首先测量放线，然后安装顺水条、挂瓦条和汉瓦。安装汉瓦的同时，连接引线，检查瓦片是否对齐，将抗风搭扣下部勾在挂瓦条上，上部勾住单波三区瓦边框，挂钩勾牢固后安装 U 型胶条，安装顺序为从中间到两侧自下而上双坡屋面对称安装，最后使用过渡瓦完成屋面最上排及最两侧铺设，使用檐口瓦及脊瓦完成整体屋面的收边收口，完成安装。汉瓦不仅坚固耐用，而且维修便捷。首先用工具将两侧 U 型胶条下端翘起，将其抽离卡槽，用工具将抗风搭扣提起，使其脱离卡槽，然后抬起汉瓦底端，向上沿屋面方向推汉瓦，直到挂钩脱离挂瓦条，用手扶住两边卡槽往下抽拉汉瓦，断开连接器，直到汉瓦被完全抽出。将待安装汉瓦的连接器与原左右连接器插接牢固到位，用手扶住待安装汉瓦，将挂钩卡入挂瓦条，检查瓦片是否对齐，将抗风搭扣下部勾在挂瓦条上，上部勾住单波三区瓦边框，挂钩勾牢固后安装 U 型胶条，完成维修替换。汉瓦颠覆了建筑对外部能源的依赖，让零能耗建筑成为可能。用户不仅可以自发自用，并将剩余电量上传至国家电网，享受国家清洁能源补贴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。